好。看到自己孩子在台上这么认真的演出，我想是每一个父母亲心中最开心的事。而看到孩子刚刚在台上的表演，我想今天在座所有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所有的亲戚、所有的家人，一定为我们台上孩子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。所以是不是让我们一起为今天这么演出精彩的孩子来一点掌声，鼓励他们刚才完美的演出。在台上的演出，一年以后当他们
个各位小朋友、各位家长，大家午安。谢谢你们还记得我。这个今天没有套招，今天大家的演出都非常精彩哦。那我们有一起要上来跟大家讲话哦。那最后还是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，你们喜欢音乐的啊，就尽情的啊去学习。在音乐学音乐的孩子哦，绝对会越来越棒的哈。祝福各位，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，谢谢大家。最大的肯定也是最大的鼓励，下一次孩子的表演希望你们还能够再来，孩子们祝你们下次